2020年12月18号，兄弟们，吉林松原产小圆网3号网，简简单单来个小红网，看兄弟白虾、小黄头、鲤鱼，正在直播，兄弟们，太过瘾了！点关注，看直播，哎呀，太漂亮了这。哦，兄弟们，你看这水一会儿就自个涨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之后，鱼跟水一起出来了。哎呦，我觉得这鲫鱼太厚了啊！哎呦，我觉得鲫鱼上啊，花鲢、鲫鱼，这是纯正的野生鱼，看着，纯正的野生鱼就是这看水的。